上个礼拜天，我们讲了因果，我们讲了因果，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个很被释放啊，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讲因果，一讲因果，这个别的教会呀、别的牧师就说，哎，你基督徒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这真有因果呀，这真有因果，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去想，你这个。因果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圣经熟的，我们继续把经文帮我们找出来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所以这是有因果的。所以大卫是明君大卫做王，这个国家应该是被祝福的。当然，这个国家有饥荒，那饥荒呢，跟这个国家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没关系。跟这个国家没关系，跟这个国家，跟大卫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跟谁有关系？跟以前的扫罗有关系。那么扫罗都死了，但这事儿还没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因果了，我们就要敬畏。我们打字方便打字，既然我们知道因果了，我们就要敬畏所以今天我经常讲，绝对不说你做了坏事立马就有报应。你做了坏事，立马就有报应。那谁傻呀？谁做坏事啊？对吧？所以今天你做了坏事，不会立马报应，可能过10年，可能过20年，也可能你这一代都没事，报应在你孩子身上了这叫因果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扫罗做了坏事，最后因果报应在谁身上了？报应在他孩子身上了死了7个。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因果，我们就要有敬畏我们打字方面打字，既然我们知道因果，我们就要敬畏同样，今天你做好事儿，你做完好事儿，立马就有报应了。哎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傻子都会去做好事儿去，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你做坏事儿不会立马有报应，所以很多人怎么样去做坏事儿，你做好事儿不会立马有报应，然后怎么了？很多人就不做好事了，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我做了坏事，哪怕不会立马有报应，我也不做；我做好事，哪怕不会立马有好的报应，我也坚持去做，我也坚持去做。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因为今天刚好是母亲节，我觉得这个讲这个事儿还挺应景的。你知道这个在大连的时候很多弟兄、很多姐妹都知道，每到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买很多东西，米呀、面呐、油啊，过年用的东西全是好的，我买米呀、面油、过年好，然后我们会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挨家挨户的去送，家里面有老人的家里面有老人的，我们挨家挨户送，对吧？这个是你们知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给别的教会的牧师别的教会的牧师我们挨家挨户送所以大连只要我们认识的教会的牧师，我们就去送。所以刚才我看雪红也在那个读圣经，那我就跟雪红讲，今年过年咱们丹东就这么干虽然现在你们大伙跟着王牧师，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希望雪红带头丹东咱们认识的咱们认识的只要人家还在当牧师只要人家还在当牧师，咱们就过去这个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我们表达一下我们对人家的尊重。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很多教会的弟兄、很多教会的姐妹怎么样？不懂事儿。很多教会的弟兄、很多教妹不懂事儿。啥叫不懂事呢？自己有事儿了。哎呀，牧师啊，你得帮我。自己有事儿了，哎呀，牧师啊，你得给我祷告，把牧师呢当做铁打的了也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随叫随到所以呢，其实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有软弱，牧师也需要大家的关心关爱。但是很多教会真的这个弟兄姐妹不懂，他们对他们的牧师不好，但是咱们对他的牧师好，为啥呢？因为他们的牧师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打字，阿门，阿门，阿门，他们的牧师也是神的仆人，我们就对他们好点。
我们，你们的弟兄姐妹不懂得去送钱，你们弟兄姐妹不懂得去送面，你们弟兄姐妹不懂得送油，我们就送米、送面、送油、送钱，啊！所以今年呢，我想这个丹东啊，我们这么做啊，沈阳的旭华啊，我也劝你这么做，啊，那大连呢，那不用讲了啊，大连不用讲了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有在想啊，未来啊，我们哪一个城市有分会？啊，那我们过年我们就定下这个调子啊，我们给我们弟兄姐妹家里有老人的，我们送米送面送油，重点还不是送米送面，还是过去为他们祷告祝福啊，因为年关啊，这个年关都不好过。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给我们认识的啊，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我们也去送去啊，也不多说，也不讲什么合一啊，也不讲什么连接，也不讲像人家跟咱聚会，也不讲咱跟人家聚会，咱们就是在主里面，我们祝福他们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不管是谁啊，不管在哪儿，只要当牧师都不容易啊，我们去祝福他们。所以呢，我这个坚持了好多年，从我第一年当牧师的时候，我就这么干啊，从我第一年当牧师这么干。啊，我也不知道是为啥。那现在想想，就是神感动我。然后呢，大连有一位牧师啊，大连有一位牧师，他呢后来各种原因，他们教会就散了，啊，他们就教会散了。他们教会没散的时候啊，他手里面还有点钱，有点人，你知道吗？等他教会散了呢，他啥都没有了，那啥都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个后过了好多年，他跟我讲，啊，过了好多年，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他这年纪岁数大，人家也不会讲英文，就说玉凯呀、听说你们教会现在挺好的啊。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他说呢，那个你看这些年你一直老来看我来，我心里边就是过意不去，因为你当牧师干教会也不容易，你还老来看我来。完了呢，本来寻思我教会里面原来呢还有点人有点钱，有啥事呢，万一你有啥事我还能帮帮你，结果呢这家伙你也没事儿，这个现在呢倒好了，这我这教会散了，这个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也帮不了你了。哎，我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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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神一直在帮我。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呀，我呀就一直在心里面祷告，我一直在心里面祷告。就是我们教会有几个人呢，他们是做生意的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捐钱的，我就一直祷告，就神呐、啊，你用你的办法把他们全送到王牧师教会啊！你用你的办法把他们全送到王牧师教会啊！因为王牧师这个给了我太多了，我也这个也没帮上啥，就愿这几个羊就到他教会去吧，让王牧师可以在那儿捡捡羊毛。我跟你讲，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个事儿啊，你还别说，还真挺那啥的，挺灵异的。这个事儿都是后来他讲的。他还不是提前讲的，真有几个原来跟着他聚会的，那后来呢这个教会散了，你想想教会在的时候人都不一定听牧师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请雪红开麦啊，雪红说，牧师你不是说什么我们都听的，哎，这话我特别爱听，这是实话，就是你牧师你还在的时候你讲话人家都不一定听，你教会都散了，完了你说话能好使吗？你教会都散了，你说你张三啊你去王牧师教会吧，李四啊你去王牧师教会，你这个好用吗？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就拿雪红做例子。雪红说，牧师啊，你讲话我都不一定同意，我还活着呢，咱教会还在呢，然后他都这样说。有一天咱教会干不下去了，我说雪红啊，这教会要散了，要不你上丹东张牧师的教会去吧，要不你去丹东李牧师教会，你觉得雪红能听吗？我告诉你100%他不会听啊，100%不爱听，他自己会祷告，他自己会寻求，你听懂我在讲啥了吗？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阿姨帮我是真心还是假意？真心。但是这个阿姨这个有权有位的时候，说话好使的时候都不一定好使，更况已经没权没位了，说话就更没分量了。但是他也没讲，他也没跟这些人讲说你们就去王牧师教会，他就一直祷告，就是神呐、啊，这几个人，这个去王牧师教会吧。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想法非常朴实，就是说这个玉凯这块都是大学生，这个奉献的不多，这几个是做买卖的啊，就神你感动他们，就去玉凯那边吧啊。真的，我告诉你，有一段时间啊，
有一段时间，这几个人还真在我们教会聚会了，而且我告诉你，这几个人还真捐钱了啊，真捐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当然这些人又走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你种的多，你收的多，咱给人家就过年给点，咱不是月月给呀，所以能割两年韭菜就 OK 了。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哈利路亚的。那今天我讲这个事情。我讲这个事情是啥意思呢？那今天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教会目前我们财政还是很好的，我们是有吃有喝的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教会弟兄，我们教会姐妹，任何人困难你谁都不用找，你就找我就行了啊。然后第一，我为你祷告；第二，给你转账啊。那我们教会现在财政还是 OK 的啊，财政还是 OK 的。那第二呢，我希望既然我们知道因果，我自己我要多种，我也带头让各地分会去给自己积点财宝在天上。你们同意的你们就打字阿们阿们阿们，你们同意的你们就打字阿们阿们阿们。你说牧师啊，那个牧师不好，你说牧师啊，那个牧师怎么怎么样，那个牧师好不好跟你没有关系啊，那个牧师啊，他这个大家的评价好不好跟你没有关系，他评价好评价那是他的因果，咱们过年过节去看看他那是咱们的因果，阿们嘛，咱把这事儿要给他拎清分明白。所以今天讲真话，那个牧师如果真的一切都好，他教会也不可能散，所以那个牧师散了，但我跟他依然是好朋友，人家那个牧师散了，人家心里面还想着我，他心里面祷告说，神啊，这几个羊啊，他们只要去聚会他们还是会捐钱的啊，玉凯那都是学生，就让他们到玉凯那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别说啊，我前面我这连续了几年我去看着这位牧师，后面这几只羊还真在咱们教会捐了一些钱。所以今天我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自己心里面还是充满了感恩，我对这位牧师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对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是相当的认可啊，是相当认可。所以啊，这个沈阳的旭华呀，这个丹东的雪红啊，啊对吧？啊大连的红雷呀，啊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其他城市的啊，这个包括河南的二立啊，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一直在祷告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红雷那儿，教会要啥他就给啥，一分钱不收的啊。这个旭华那儿，教会要啥咱就给啥，一分钱不收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有货的，到时候我会把他们拉个群啊，你们要啥你们直接下单，然后我这边我来付款，你们就负责拎着东西过去去看看啊，弟兄姐妹家里老人，你们就负责拎着东西去看看这些啊教会的传道人啊，特别是那些啊，这两年因为疫情教会搞不好的那些传道人，讲真话他们挺惨的。你们去想，有教会的时候也没几个人给他们捐钱，那没教会的现在他们是更惨的，咱们去过看看啊，然后我们带着恩典，带着祝福，带着主的爱，我们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我们相信这就是因果，这是谁的因果？这是咱自己的因果，咱们就去种啊，种一下祝福啊，种一下祝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我在想，坏有他的因果，好也有他的果。那我今天我为什么到哪儿都比较顺？我没说我很顺，我到哪儿都比较顺。我相信一路上，不管是张三儿，不管是李四，只要你找我，只要我能帮，我都帮你啊！只要你找我，只要你能帮，我都帮你。所以今天我们不信上帝的都有一句话说：上天有后生之德。啊，所以今天上帝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吃苦，圣经说了，神不愿一个人沉沦，神愿意怎么样，人人都得救。所以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啊，一个是要多传福音，另外一个怎么样，就多行善事啊，一个要多传福音，一个要多行善事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来看，那今天扫罗家的人，真扫罗沾点边的都要被杀，但是有一个人没被杀，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比别人好吗 ？No， 米非波设最应该死，为啥？他是残疾人。讲真话，就像我们这个，要给一个猪也好，给一个羊也好，我们会挑好的给别人，还是挑不好给别人？肯定挑不好的嘛，这不好的你拿走吧。所以反正今天要杀人，又不是选人去当皇帝去，
那就把这个给了吧，这是残疾人。但是米非波设你们都知道是残疾人，而且你们圣经时候你们知道米非波设前面还被恶人给算计了一下，他跟大卫之间还有点小误会，那当然这个误会后来解了啊，但是总归他是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你看米非波设的命，所以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干嘛呢，指着耶和华起誓啊，俩人呢结盟，然后呢他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怎么样，不把他交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不是因果呢？当年呢，你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有人这个没听过我讲撒母耳记上，你回去扒拉扒拉以前的录音啊，撒母耳记上当年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扫罗啊。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自己没脑子啊，一窝蜂啊。所以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很多人一窝蜂就跟着去杀大卫去。但是呢，这个约拿丹很有眼光，独立思考啊，很有眼光，他觉得大卫真是个天选之子，大卫比他爹优秀，虽然他爹是王，但早晚这个王位应该是谁的，应该是大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啊，虽然王牧师说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就有人像吴冬雪这样的，哎，我有感动，这样会更好。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王牧师还没老糊涂，你大胆的去尝试，你大胆的顺从神的感动。如果有一天王牧师老了糊涂了，那可能就不像今天这种风格了，就会把吴冬雪叫过来，吴冬雪你过来啊，谁让你改的啊。所以今天王牧师啊还没有那么老糊涂啊，是非常非常开明的，你要不要抓住机会，多干快干啊，多干快干啊，这个大干好干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有非常非常清楚这个约拿丹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人啊，就像吴冬雪似的啊，虽然大家都是跟着扫罗这哒哒哒哒哒，但是这个约拿丹他就自己发现啊，这大卫不是一般战士，他是天选之子啊，神拣选了这个大卫以后他一定是做皇帝的，虽然现在皇帝是我爹，但我爹肯定是被取而代之，所以他就暗中帮助大卫。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约拿丹种下的因呐。约拿丹种下因，他得到啥了？他啥也没得着。为啥呢？因为在约拿丹活着的时候，大卫还很弱，大卫没啥能力，大卫还很弱，大卫处处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约拿丹的帮助。但是今天这个因种下来了，这个果是早晚的事儿，这个因种下来了，这个果是一定的事儿。所以现在这个果结没结出来？这个果结出来，结在谁身上？结在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身上。所以按理说他最应该死，结果他就没有死。为什么？他是嫡系，嫡系，嫡系。为啥呢？纯的这个长子长孙，长子长孙，这个长子约拿丹，完了长子的长子这个米非波设，那要杀，真的要杀他。本身他要是残疾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我跟那个牧师一样。我跟那个牧师讲，我每年过年看看他的时候，然后我并没有得到他任何帮助，我并没有得到他任何的反馈，我种下了因了，我收到果没？没收到啊！我去看他了，他也没给我啥；我去看他了，他也没给我啥啊！我每年我都去，我去看他了，他也没给我啥；我去看他没给我啥。可是好多年之后，等他们教会都散了，哎，我才收获这个果。他教会都散了，我收这个果。啊，他们教会那几个做生意的啊，这个只要去教会，只要做礼拜就要捐钱的，哎，就后来很神奇的，还不是他说，为啥呢？他说也不好使啊，就神就带着这些人就很神奇来我们教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所以我们的眼光啊，一定要放长远。我们打字方便打字，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你千万别想，哎呀，我上个礼拜给王牧师奉献了，这个礼拜母亲节怎么没我礼物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咱教会要干个百年老店，咱教会不是干十天就关门了，你知道吗？你别着急，你干的事儿我没看见神都看见了啊，你干的事儿我没看见，我是现在没看见，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早晚会知道的。你们干的好事我也知道，你们干的坏事我也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因果就在那儿呢啊，因果就在那儿呢。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想啊，我们2024年
我们教会啊，以前这是王牧师自己的事儿啊，现在变成全教会的事儿了。我只要一个城市有分会，我们就在那个城市，我们去看看其他教会的这些老牧师啊，我们看看那些落魄的牧师啊，该给钱给钱，该给东西给东西。你们有感动，你们自己掏。你们说牧师啊，我有感动，但是我没钱，没事，我掏啊，你知道吧？这好事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去种啊，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种下这个善因啊。我也当然将来在天堂收获神的善果啊，收获神的善果。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你就想约拿单吧。约拿单一直帮大卫，约拿单一直帮大卫，约拿单一直帮大卫，得到啥了？没得到啥。那个时候大卫很弱，那时候大卫还当逃兵呢，一直在跑呢，东躲西藏的。扫罗很强啊，一直在攻击大卫。但是约拿单当年种的因，现在在他儿子身上收了这个果。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很多时候第一代那些人都不咋地。哎呀，信上帝的都是又穷的又苦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安全局在一起，安全局说，你们信基督教的八字都不好。我说何出此言？你们看呢？哎，都是这个有病的了，下岗的了，生活出问题的啊。是，对，对，没错，第一代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爱主，我们就是赞美，我们就是祷告。然后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还都很好。我们第二代就开始好了，我们第三代就更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信主好好信，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信主好好信，你的子孙后代都跟着蒙福。十诫里面说的吧，爱我的我就爱他，自父及子啊，直到千代万代。所以现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现在我就觉得啊，有些人太傻了，你知道吗？就是目光太短浅了，格局太小了啊，就是来看自己得失。哎，我没得着我就走了，你知道吗？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得着，你咋不想将来呢？你没得着，你咋不想你孩子呢？特别像王牧师那么一大帮孩子，我如果现在不多做点好事，将来他们世道艰难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真的盼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明白啊，我真的盼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明白，我们的神是有厚恩的，你越给你就越有，你越有你就越给，然后神的恩典就透过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地上被扩增，神的国得到荣耀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约拿单那个时候啊，就是一直帮大卫啊，一直帮大卫。所以约拿单在这个时候就收获了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看